请继续收看《华视台语新闻杂志》。女同志伴侣黄美如甲杨雅婷，在2012年举办全台湾第一场的佛法婚礼。当时双方的父母都惊会将做外界关注的焦点，所以拢无参加这场公开的仪式。但是，这嘛将做这对女同志伴侣人生上大的遗憾。为交往到决定要做伙一世人。因唔忙会当互理解，但是都惊亲情来破碎，而且爱国甲宗教来对话。七年后的今仔日，双方的家庭父母是毋是已经接纳这对无照传统行的伴侣咧？因阁是安怎在过生活的？无同的时空场景，咱做伙来看因的故事。我们上次被拍的时候，人家以为我们在拍流浪狗的广告哦。这真热，第一头的杨雅婷甲吴美如两个人双手牵做伙，到公园带狗仔散步开讲。活泼的美如，拢会甲雅婷大家笑嗨嗨，这是不简单平凡的一笑。对，过。觉得你们是哪边最气？很 low 这件事。草根性就是过很平凡的生活，然后两个人互称太太，这两个字有信任甲彼此的爱。雅婷甲美如今年拢38岁啊，一个是台南客家，另外一个是社工。24岁时透过网络熟识，交往7冬。2012年，因做了人生上重要的决定，就由行动打破传统，成做台湾史上第一对完成佛法婚礼女同志伴侣。皈依佛教的两个人，申请新娘白纱，在释迦牟尼法师的见证下，完成结婚仪式，夫妻终身。不过，来自四面八方的阻力，努力为同志婚姻变卦奋斗。但是，父母双双缺席婚礼，这是上遗憾的代志。他家人也都没有去现场，我家人也都没有去。然后后来当天就是婚礼结束，因为有很多电视台来拍嘛，之后我就收到一个简讯，然后简讯就是说他觉得很遗憾，他再也没有办法牵着我的手走红毯，他觉得就是我穿礼服非常的漂亮。差别悠远的婚姻生活对同志伴侣来讲，历来不简单。雅婷甲美如结婚至今7冬啊，租厝共同生活也是借当伊好朋友暗暗关系。虽然父母无亲像过去坚决反对，但出来人的认同依然是一条真长的路。我爸妈有时候还是会这样讲啊，你们两个为什么不去结婚呢？我就说我已经结婚了，他都说你们这样子不行啊，就是很慎重的直接去要求他不可以那样子对待。即使是他不在的时候，那我觉得一次一次嘛。在我们家族的聚会上，他没有办法讲出说这是我女儿太太不行，但是他就说这个他介绍他不是介绍这是我女儿朋友，不然就是说这是美鱼，没有讲，但是他可以，但他跟着我们一起烛桌敬酒，他并没有被留在他的位置上。我觉得我妈妈已经很尽力去做。成长路上对寻求性向到自我接纳，因为甲传统固定身份无同，雅婷甲美如遭遇重重困难，一路行来希望被理解。面对厝内人惊亲情破碎，才当保持距离。面对社会氛围，甲伊有眼光，被迫选择闪避，来阁甲宗教对话，克服心中长期被侵蚀，封闭的迄道大门，过程是不安、艰难、辛苦。我觉得宗教应该是要劝人让他变得更好，而不是用这些规定规定他、限制他。他之所以做一些规定，是因为他希望你变得更好。如果今天变得更好，那我觉得就是他所要的方向。我知道现在都还在做这个功课，来自于我的国小、国中时期，然后被欺负的那种场景，到前几天都还在做这种梦，就是一样是被围殴。可是慢慢的这一两年，我在梦里面已经开始会反击了。可是以前在梦里面都是很无助，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，然后拼命的逃跑，可是又全身无力、跑不快的那种感觉。可是最近开始会在梦里面，我要报警，我要打回去，然后我要大喊之类的，对，呼救什么的。最近开始有一点点不太一样。工作家庭了后，生活有甜蜜有辛苦。雅婷甲美如经过两次差一点啊分手的时期，得到家己的囡仔在观念上嘛无同适应期，最后达成共识，两个人加上两只猫、一只狗过日子，不必生囡仔。我们决定要结婚的那一阵子啊，坦白讲，金子都借好了。
所以那个时候确实是有规划要生的，可是我觉得就是后面真的开始去确认说真的要做咯，可是你就会开始去想，那你的生活一定得要做一些调整，事业跟小孩，我觉得对女人来讲可能真的就是二选一。最后我们其实是决定没有要生小孩，那我觉得除了经济考量之外，跟我有没有办法好好照顾这个小孩，因为说实在，如果我决定要生，那我希望我能够全职带他，我不希望就是今天还要再交给别人去照顾这个孩子，我也不放心。对于一个家的照顾，我觉得其实没有性别上面的差异，两个人之间对于未来的一些规划，那经济上面我觉得必然是除了同志之外，异性恋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验。对，五月十七，同性婚姻专法立法院三读通过，台湾正做亚洲第一个同性会当合法结婚的国家。雅典甲美伦奋斗历程，跨越传统的关墙，替其他同志建信心。另外，在争取同志关系这条路上，要安怎让亲啊真正达到平衡，依然需要持续向前进。他们一直没有告诉家人他们真实的生活、真实的样子。然后当他们走了之后，没有人知道他的伴侣是哪一个。然后那个伴侣可能还要假装只是外人、朋友。所以我会觉得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你现在觉得很重要的，就开始试着去把它做出来。我们手上的票是往终点站的票，千万不要提早下车。我们都要相信这个未来是走向好的一个方向，所以希望大家都要保持信心，继续努力下去。